新闻 SNG 小组杨尚仁、刘怡英在台北报道。 抢当啊，宫廷剧的戏剧风潮，加上来台10周年，有保养品的业者举办了全台巡回体验，还找来艺人贾永杰现身担任活动大使。身兼老板、艺人跟妈妈等角色的贾永杰，看到最近很夯的宫廷剧，就笑称以前想要当皇后，还需要皇帝来亲选。不过现在现代女性呢，充满自信，终于自己就可以当自己的皇后。另外在信义区也搭起了充满皇室宫廷的体验区，让民众可以体验当皇后。 的尊贵感。日本美妆品牌举办时尚派对，特别邀请了。